整个这个灵感呢来源于就是我们的传统小说《西游记》，然后呢里面的主要的主旨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师徒四人要经历磨难去达到最终的目的，就是对我来说就像是库里和他的球队一样，要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到决赛，要打败所有球队来达到这个顶峰。然后没有这个孙悟空、二郎神他们那个快速，他们的多变跟库里很像，而且二郎神那个天眼跟这个库里的这个神射手他的开天眼很相似。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我们邓丽啊！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中文讲得也那么好，英文讲得也那么好，他是球鞋自己本身的设计师。再次热烈的谢谢丽儿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